路边发生冲突，先是两人扭打在一起，突然一名短裤男加入战局，但立刻被另外一名戴安全帽的男子打跑。四个人在街上上演大混战，而且还一路追到一旁的庭园式 KTV。发生一件停车纠纷引发的打架行为，警方获报后迅速到场，并逮捕相关滋事民众。警方到场，除了赶紧拿出警棍控制场面，还将其中一名嫌犯压制在地。因为当时被压在地上的刘姓男子手持30公分长的水果刀乱挥，不但将人划伤，还造成两名员警受伤。这起冲突17号凌晨就发生在嘉义市区的中心路上。原来当时有车辆正要靠边停车，但却造成后方骑士闪躲不成，发生擦撞。没想到骑士有人一下车就拿刀攻击穿短裤的驾驶，而驾驶也跟对方发生扭打。驾驶有人见状上前助阵，却遭到戴安全帽的骑士追打，最后跟二打一将驾驶包围。而警方获报到场，持刀的刘姓骑士有人一度还想反抗，意外将两名员警划伤，造成一名员警左手指跟手背受伤，另外一人的右手背也有伤痕。警方在逮捕压制过程中不慎遭民众手持的刀具划伤了手背，所幸经送医包扎后并无大碍。根据了解，骑机车双方都只有20几岁，而机车双载的两人当时更已经要准备回家，没想到单纯没人受伤的停车擦撞却演变成持刀全武行，四个人最后都被依伤害罪现行犯当场移送，而伤人的刘姓男子更多了一条妨碍公务罪，让欢乐的假日夜晚乐极生悲。 TVBS 新闻南部综合报道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